是的，主播，我们现在是在日本东京羽田机场国内线五楼的观景台，而在这个地方呢，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其实在我的背后呢，就是这一架失事的这个日本航空的飞机。而现在透过画面，大家应该可以看到，这个飞机呢是持续的在起火当中，而且是不断的冒出浓烟哦。而事实上呢，除了羽田机场这边的消防单位之外呢，我们现在在现场这边呢，其实可以持续的听到消防车的声音，应该是东京这大田区这附近的所有的消防车都已经赶到羽田机场这个地方要来进行救灾了。而来为大家整理一次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在日本时间下午的5:47，也就是台湾时间下午的4:57左右呢，这一班日本航空从新千岁机场起飞，准备要降落在羽田机场的这一架日本航空的航班呢，它是在降落在西跑道的时候呢，疑似是擦撞到准备要离场的这个日本海上保安厅的飞机，因此造成了这一次的意外哦。但是呢，还好这个飞机上面呢，事实上它有359名乘客，还有12名的机组员，而且这359名乘客里面呢，其实还包含了8名的婴幼儿。大家原本很担心这些人的状况，不过呢，刚刚传出来的消息是，他们都已经透过逃生梯已经紧急的疏散了。而这是因为呢，其实日本航空公司他们原本就有在进行训练哦，就是在90秒内呢要尽快的来遇到状况的时候要尽快来疏散旅客的一个状况，所以呢才能够这么快的救出现场将近370位包括乘客以及机上的机组员哦。不过呢，现在我们收到一个最新的消息，其实是比较不好的消息哦，因为海上保安厅的飞机这一架被日本航空班机擦撞到的这个海上保安厅的飞机呢，事实上它当时呢正准备要离场，结果被擦撞到之后呢，现在知道说这个飞机上呢当时是有6个人，而现在确定机长有受伤的状况，而另外的5名机组员呢现在是失联的状况。所以这边其实在海上保安厅，也就是被擦撞到的这一架飞机的部分呢，其实反而可能它的灾情是比较严重的，而这5位海上保安厅的人员呢，他们的安危也是我们持续在这边要为大家来锁定的。而除此之外呢，其实这一架海上保安厅的飞机呢，有日本网友他们是根据航机的这个来搜寻呢，结果发现这架海上保安厅的飞机呢，在昨天其实有飞到北陆地区，也就是协助这个北陆的石川县的地震的救灾哦。而在今天凌晨呢，才回到羽田机场，而在进行整备之后呢，事实上他在台湾时间的下午，也就是5:47，大概要这个就是失事的时候呢，他正准备要离场，再度飞往北陆，而结果呢，就被这个要降落的这个日本航空的班机呢，是发生了擦撞的意外，而造成的这一起这个最新的空难哦。